直接被这报废掉了吗？已经不能用了吧？这门能开吗？哇，这个钱啊，兄弟们，这么多钱！看没看过好莱坞电影？我竟然找到了个电影道具车上，就是这里车，回来不收拾，直接租给下一个剧组。今天看看能找到什么级别的宝贝。走。Vehicles have been in many movies, but Ryan, Iron Man, you don't have time to take care of them. 300 bucks per hour to keep whatever you find, just don't break anything. 赶脚，你在忽悠我！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哎，你说咱不能找到钢铁侠头盔吗？那就好了。我去，这么多道具车啊！哇，第一次见真的。这个是纽约的 New York City， 这台是 Kingston， 每个地方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哇，这台是多伦多的。哎，兄弟们，在路上碰到他，离远一点，看这门能不能开。哇，这门是开着的，这里都是按钮啊，这干啥的？哇，这里还有一个旋钮，兄弟们，这个应该是放电脑的台子。哇，这能进去吗？哇，这个大箱子哥，这啥东西？哎，有东西。我去，运气这么好吗？感觉就像回去开仓库了一样，真的还有大箱子呢。开，你别吓，空的，害得我白高兴一场。咱看看别的，看别的。你说国外现在这么乱，咱租台这玩意儿放家门口，绝对安全，没人敢靠近，你知道吗？我去，哎，兄弟们，这里是全球各地的出租车吗？太帅了吧！这个是不是像那个啥游戏里面叫什么？疯狂啊，对对，疯狂出租车的原型啊，是不是它？对对对，哇，这个真好看。考大家个小问题，为什么全球的出租车都是黄色的？你们谁知道？看这小细节做的，你看这拉花，上面还有个 taxi 的小标，这能不能开啊？哎，能开啊！大力一个，来，上。哇，哎，看这个小沙发做的，哇，好软啊！哇，舒服！这得多少年了？这出租车，这里面虽然看起来是翻新过的，但是这坐的还挺舒服的。你看计价器，这能开吗？这打不开的，这有没有什么东西？给它找找看，找找看。这是，哎，我去，哇，这里面有东西啊！这是啥东西啊？哇，这是钱啊，兄弟们，这么多钱！这不对，这是假的，不是道具吧？这是这么多钱，咱这发了这是？你道具？道具啥？人呢？走，长见识了。哎，那钱不能是真的。想啥呢？怎么可能？不可能！哇，这庞然大物是啥东西？这几台旅游大巴吧，应该是华盛顿的，这是。哎，66，我们上这个看一下，看一看外国的旅游巴士里面都长什么样。哇，这个像不像蜘蛛侠里面荷兰弟出去旅游的时候坐的学校大巴？是不是一模一样？我感觉我站在上面像导游一样。哦，他们这个大巴后面都有厕所的。哇，这么高级！看一下这厕所呗。厕所看挺好的。跑！兄弟们，你嗓子哑了还出来坚持拍摄，记得给小刘个小心心。哎哥，这是啥玩意儿？哇，我去，这装甲车，这太帅了吧！这上面是雷达吗？是？这个防撞杆太硬了吧！哇，这门子开，来来，手机给我。哇，感受一下这战损级别装甲车是啥样子？我后面全部锈掉了。哦，这盖子可以出去啊？走去别的地方看看。哇，这个都什么东西啊？这是卫星吗？这么大？哇！直飞，哇，这么大，哇，这报废掉了吗？已经不能用了吧？这门能开吗？打不开啊，这个。哇，那机舱里面还是能看到。哎，这个门是开的。这个，哎，看，哇，人生中第一次坐直升机，虽然是报废的，感觉还行。哎，那啥东西啊？哇，这好沉啊，这啥东西啊？这。能开到这儿？我去！